看看新闻网。现在三位航天员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返回舱，现在正热情地向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招手致意，身后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也显得格外的鲜艳。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三位航天员也是手拉手，这也是代表着他们胜利的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神舟十号载人交会对接的任务。那么接下来呢，现场将会进行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按惯例三位航天员还将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看聂海胜还扶了扶这个椅子，说明这个体力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现在是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三位航天员献花，虽然只是短暂的15天的太空飞行，但是他们为此已经付出了多年的艰辛与努力。张晓光果然是个开心果，还闻了闻这朵花束啊，相信这份香气也是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所体会不到的，这也代表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对他们的一份敬意。啊，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具有当地蒙古族特色的一个仪式，向我们的航天员敬献哈达。这个仪式在前几次的这个航天员返回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也是我们神舟十号返回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带有民族特色的仪式。刚才邱旭烈也介绍了，四子王旗周边的这些居民对于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场传来的消息是，这个刚才孙教授也说了，可能返回之前不会吃太多的这个早餐。那么待会儿上了一间一宝的直升机之后啊，爱鬼他们准备了富有当地特色的萝卜炖羊肉，也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补充一些能量。接下来呢，三位航天员按照惯例将会接受媒体的一个短暂的采访，